我们刚刚请您先把我们分享的这三个软体，好，三个软体已经先下载了。那其中这个呢是安装的，另外两个是免安装的。那这个呢都是免费软体。好，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简报的档案。刚刚您进来之后是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，所以呢，您进来之后应该就会看到这个画面。那么我们刚刚请大家，您可以下档案下载完，您可以像这样先把它安装起来。那么安装的过程，它会请您就是输入两次的信箱，好，然后您要去收一下您的认证信。OK，同意，下一步，好，在这里打入两次您的信箱。好，那这样子就 OK 了，您就可以去熟悉的。好，那待会呢，它完成之后，在桌面上就会产生一个那个它的图示。那么如果您是刚刚那两个这个不用安装的压缩档，您就可以按右键 7-Zip 解压缩至此就好了。您就可以看到，哎，比如说这个解开的里面有一个执行档，您可以执行。然后呢，这个 SnippetX 点进去，往下走有那个也是一个执行档。好，所以这两个是不用安装的。那您执行了之后，您会发现您的右下角这里，Ditto 在这边有一个 SnippetX 在这里，它就会有两个图示在这里。好，那你看我这边也完成了，Finish，您就会看到在桌面上应该会多一个图示跑出来。我看一下它跑到，哦，这看到了，在这里跑得比较远一点，有没有？桌面上就会多这个出来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主要跟介绍。大家介绍就是这个所谓的 MyVivo 电子白板的应用，因为今天刚好也是资讯月的展览，他们也有在世贸，所以早上我就先去那边稍微看一下。OK，那如果您还没有进来的，没关系，您先看一下。